近日，谢霆锋与周迅密恋的消息震动娱乐圈。随后有惊爆，原来与周迅合作过《大魔术师》和《听风者》的男神梁朝伟才是他的真爱。不过，当事人事后都矢口否认。作为近期的新闻人物，周迅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登上娱乐版头条。日前，网络上爆出了周迅旧作《烟楼记》中的激情剧照。影片拍摄于1993年前后，周迅当时年仅19岁，不但一人分饰两角，在富家女姚迪珠和青楼名妓月娥两个角色中自由行走，更在片中与男主角有两段激情戏，每段大约10秒左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他身穿绿色胸衣与短裤的镜头，这些镜头非常大胆，与其相对保守的形象有很大区别。19岁便挑战青楼名妓，周迅的实力不容小觑。20年后，周迅再次挑战大尺度激情戏。日前，周迅高调参演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高粱》红了，一段激情戏份得到了曝光。片段中，一向惜肉如金的周迅亲自上阵出演激情戏，十分敬业。他和朱亚文在高粱地上翻滚拉扯，主动拉对方上身，男方激动地扯他领口，还埋头在颈间亲吻。周迅成熟的演技，到位的表演，获得网友一致好评。